啥意思啊？啊，想出去溜达去啊？不是不带你去，外面你看看下雨，你看看去。是不是下雨去啊？下老大了，那根本没法去，没法去啊，在家待会儿吧，没法去，下老大了。干啥呀？你拿雨衣我也不去，那你倒是捂得严实的，我不浇的慌啊，那我浇的湿了吧唧的咋办？啊，这种情况啊，这种情况，那我就勉强的去一下子吧啊，去拿鞋去吧，准备出发。你等会儿，你着啥急呀？我先穿个衣服行不行？啊，龙肉球，行，给你穿，给你穿，真是拿人家手短，吃人家嘴短呐！你是老板，先给你穿，行了吧？